大家好，我是阿翔科 Lucky， 我们今天继续玩一点的 Lone Dark 漫漫长夜，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。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第85天的生存日子。我刚吃完中餐，把我们吃饱了吗？对你们来说，现在的时间应该是晚餐时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Bob 有习惯一边看着阿神的 The Lone Dark 一边吃晚餐呢？这是你的配菜是不是？你们一边看着阿神在 The Lone Dark 里面 suffer 痛苦的生存下去，然后你们嘴里面嚼着肉块，对不对？哼，我有东西可以吃，我看看哦。我有加盐饼干，你家有吗？我有史黛西牌汽水，我打赌你买不到。可是我没有肉，我还有能量棒，怎么样？我来看一下我身体的状态，现在有点口渴，我还有 3.31 公升的水，好像大家家里水龙头打开就有这么多了。我有，我想一下哦，我有暴风油灯，你们家有吗？现在是在比什么？我来看一下哦，我需要吃点东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今天中午啊吃了池上便当。我吃过台湾有很多很多池上便当，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，就是用池上米啊，一个非常非常好吃好吃的米。那它就是再加上那个竹片，就是用成他们的碗。对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竹片的包装，还蛮酷的。然后我吃过很多家池上便当，他们好像也都算是加盟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是很清楚，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很多池上便当吃起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我就觉得我家的池上便当大概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，应该是最好吃、数一数二好吃的池上便当了。里面的配料真的很好吃。你们有习惯吃池上便当吗？如果有习惯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说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吗？我最喜欢吃它里面的招牌，就是一种酱料，然后再加上三片肉片，而且分量很足诶。虽然最近有涨价的趋势啦。好啦，我在房子里面闲晃闲晃，我突然想到有一个 Bob 跟阿神讲说，这时候巴叮，那个评论应该会跑出来的，然后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防皮大衣穿上去，它加了 4.4 度。可是只多一度丝耶，我想再把它修好一点，再把它穿上来。那个 Bob 说：“阿神，你没有把狼皮大衣穿上来。”可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再撑一下下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们还是先把它穿起来好了。然后也有 Bob 说，就是我身上的衣服可以先把它收起来。那我们就把它收起来好了，就不需要带在身上，让自己的身上那么重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应该减轻很多了吧？我扛扛。27公斤，天哪！我刚刚带的那些东西是多重啊？今天我想去收服这张地图我剩下没有去过的 bunker 点。那这张地图里面的 bunker 点呢？好黑哦，看不到路，在哪里啊？这张地图的 bunker 点在左下角，地图的左下角有三个。那有些 Bob 说，就是已经出现 bunker 的话，就不会再出现了。-10°，我的妈妈咪呀！回家先睡个觉好了，今天还不太适合出门，外面冷死了，晚点再出门，晚点再出门，先睡个下午觉。虽然我才刚睡醒，现实生活中啊，我才刚睡醒，吃完中餐，我今天睡得好饱哦，今天睡了几个小时啊，昨天忙到2点，然后今天大概10点多就起床了，所以。其实这样也睡了8个小时，好像还是比一般的学生多啊。顺带一提啊，我们昨天又拍了那个 Undertale， 然后我们觉得啦，我们大概已经拍了80%了吧，所以如果快的话，大概在下个礼拜，对，没有听错，下个礼拜 Undertale 就会开始连载了。就会开始连载喽。-6°，我们可以点个火把，我们的火把很多。那我们要往哪里走呢？往豆内，让我思考一下。我们应该往看得到通讯塔的反方向。哦，又是只熊。让我看一下地图哦。我们应该往左边走，往这里走吧。希望我不会迷路，希望，往这里走吗？好像是前面，照理来说应该要有一座桥，照理来说吧，所以我们往这个地方走。现在-1°，还好还好，没有很冷。我们如果在路上看到，我们是需要鹿皮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家里的鹿皮好像这样子晒不够，所以如果没有看到死掉的鹿，因为如果活生生的鹿比较难打，我有办法走上去吗？啊，没有办法，这样子走过来很帅哎，很帅哎，我一定要试试看。
就算非常没有意义，可是我还是想试试看。我要走到那棵树上，然后从上面走下来，超帅超帅，可以上得去吗？啊，不行，它有点，它的角度太高了，不知道，没试谁知道呢？我们还是要试试看，感觉就是不行啊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会把自己弄伤欸。酷，超级酷。好了，我们就意思一下，我们还是要走回去，对不对？我不想绕路。上得去吗？好酷啊！看一下下面，哇，好好玩哦。小心不要把自己，等一下走一走突然跌倒，然后掉下去就好笑了，踩空。等一下，主角喘气也喘得太是时候了吧？啊，这个家伙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好的，我们要往这里走，然后照理来说应该会经过一个河啦。如果没有经过桥的话，我们会经过河。好，有经过河就不错了，有经过河就代表我们完成了一半，就是至少有在对的道路上。有没有看到死掉的路嘞？是没有看到，我是没有看到什么河啦。哦，倒是看到了一栋房子。What？ 为什么这里会有房子？哦，房子还要再过去，还要再过去。前面有一座桥，是吗？是这一栋房子吗？我在那里，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如果这边有一只死掉的鹿，我就知道我是在哪里了。有死掉的鹿在这里吗？有死掉的人啦。完了，这是我们查看过的人欸。我看一下哦，伙伴们，稍微给我一点时间哦。好的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会是这里吗？哦，哦，那我们还有机会，再往里面走一点，也许会经过河，也许。好，我现在大概知道我在哪了，前面应该就是河了，然后我们走过去，就会到了我们第一个疑似邦克点。等一下，我的地图倒了，就他妈的哦。我应该把那个。我拍那个就是拍影片的时候，我的地图放哪里给你们看？我把我的 N3DS 变成一种类似像是脚架的概念了。现在4度，今天其实天气蛮冷的，有点冷飕飕的感觉。前面就是河谷了，河谷过去有个瀑布，不过那个瀑布我可以听得见瀑布的声音啊，要不然那就是风的声音。不过这里的瀑布没有名字，就是没有点，所以到底。剩下的 4% 怎么可能出现得了啊？巴姆特上面有人说是一些某些洞窟，然后它是没有出现名字，可是它却会有计分数，就是计那个趴数，这样子太不公平了吧？这样子怎么知道要往哪里走啊？就是你要自己去探索，然后去探索一些有的没有的小地方才会出现。好，我们到了河谷了，我们先到瀑布去看一下好了。有人说出现了一个 bunker 就不会出现其他 bunker， 搞不好是正确的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有事总比没事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还是要把每一个点都踩过。你看，都有没有名字，可是会有记趴树的地点出现了，所以多一点这种可能性是不是也没产生？搞不好像这个地方就没有名字，可是我们走过去，搞不好它会记趴树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是一个瀑布欸，一个瀑布欸。我们走过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名字，应该是没有。我们现在是97，对不对？要是走过去变，哦，我们现在是96，要是走过去变97的话，那就太酷了。那就代表我们要从头走了吗？不要啊，已经到了80几集啊，已经快接近100集了呢。好啦，看样子他完全击破我们的信心了。没有名字，我们的体力还有一半，现在负度96%。下一个 bunker 点就在这个瀑布的旁边，非常非常的近。我们只要绕过这个山壁爬上去，就是 bunker 点了。希望我可以打破那个我们一张图可以找到两个 bunker 的记录。是没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欸。照地理位置来说，是走这一条非常奇怪的小路进去。对，我猜大概没有多少玩家会想走这里进来吧，非常诡异的路，走进去感觉像会是卡死一样。走走看吧，走走看就知道了。有 bunker 吗？ Any bunker？
只要再出现一个 bunker 就好。没有 bunker 吗？还要再上去是不是？我们不要漏过任何一个角落好不好？你不要漏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像这个地方就很可疑，可疑到不行。我藏在这里也太阴险了吧。好，他貌似没有，要不然就是他保护色做得太好了。你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疑似可能会出现 bunker 的地方。我们来到非常高的地方了，可是我依旧没有看到 bunker。 眼观四方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bunker。 可恶，好想打破那个一张地图可以找到只能找到一个的规定哦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好，我们走上来了，这里下迷龙堡。哦，我刚刚坠落了一下，那边感觉貌似上不去。对，上不去。那我们沿着这条路走，应该走一走会看到一个，会看到一个洞窟，然后我们就沿着那条洞窟的路一直走，我们就会走到，等一下豹们如果有一直持续在看的话，你会觉得很眼熟的地方，是这里吗？好，那这里的 bunker 点就没了，对，没有了。我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阴险，要是如果真的在那里的话，它是。我忘记在哪一篇评论看到了，这个我可能找不太到了。他是说找到一个 bunker 之后，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了，就是一张地图啦，洗掉嘞。这样是真的吗？他会把其他的 bunker disable 掉吗？我觉得这样子的机制很奇怪。这样子的机制真的还蛮奇怪的。现在-3°C应该还好，我就不需要再点新的火把了。那个山洞应该是在下面，我们爬太高了，稍微下去一下下。我不想再把我的裤子弄坏了，我们现在是好的裤子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有办法再承受另外一件裤子爆掉的那个消息了。我们要小心翼翼的往下走。好，可以。任何山洞啊，这里有山洞。那前面就是有一个尸体，然后前面就是我们第一次哦，这边有头狼。我们第一次来到。这里准备探索这个整个区块的时候，吓死！准备探索这整个区块的时候，他是看到什么东西在追吗？我刚刚看到兔子啦，想说他看到什么？哎，潜行不是这样子潜行的，大哥！呜呜呜呜呜的，叫那么大声会被发现的，还需要我教你吗？我们绕过他好了。那下一个 bunker 点呢？在前面一点小路而已，没有很远，没有很远，我们就稍微绕过它。然后这附近好像有驯鹿的尸体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踩过它的皮革，可是我们可以过去看看，我们可以过去看看，有机会。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睡过一觉，对不对？山镇农庄，yep， 那边有一头驯鹿的尸体。不是我记得，是因为地图上面有写啦，对不起，讲的我好像很厉害。被啃过的是有，它还有皮，30分钟，我们采收一下好了。啊，会不会太冷啊？会吗？有点怕哎，还好还好。那我们有它的皮革了，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。这条路有点 tricky， 它是要往这个比较深色的地方走。对，正常人来说都会走那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要走这里，他是要走这个山坡地。我们要沿着山坡地绕上去，然后那边会有两个疑似可能会是 bunker 的地方，我们就要绕过去看看。好像是这样子走吧，好像曾经也贴过山壁走过，对不对？哇 ，gosh。每次都是要这样子吓我，心脏刚刚又漏了一拍，你知道那种心跳抽一下那种感觉吗？靠！我真的觉得再这样下去，我寿命大概又少了一个月了，吓死了！我在用阳寿在玩这款游戏耶，好恐怖哦！不是恐怖游戏的说啊，说到恐怖游戏，我觉得搜马大概是减我寿命减最多的啊！我找到我的那个了，兔子陷阱。哎，捕兽圈哎，好了，你就继续放在这，我也不想把它修好了，修好会残害其他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这样残害其他人的生命。好，我们要爬上去，然后好像是上去看到了第一个这个谷口，我们要往这里走。
下一个 bunker 就在这颗石头的后面，会吗？会在后面吗？这张地图剩下三个没去过地点就是这里了，也是 Cindy 这位 Bob 把它圈起来的地点，也是三个。哦，我刚以为那是什么东西定在那个地方，有没有 bunker？ 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 bunker， 他应该出现在这里的。好，又再一次落空了，还是在下一块石头后面啊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查清楚，地图上是说这一块啦，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啊？可是为了查清楚，我们还是走一走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这边绕上去会是哪里啊？哇，好高，好漂亮哦，好美啊！又到了欣赏风景的时候了。The Long Dark， 听着这个风声，还有主角的喘气声，真的好美啊！好了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 bunker， 最后的 bunker 离这个 bunker 也超级近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沿着这条路走过去，三步就走到了，真的是三步。走过去没有，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，就代表。欸，真的一张地图只会出现一个 bunker， 就加上一个废弃 bunker 啦。我觉得废弃 bunker 不算是 bunker， 它算是景点。对，那下一条路就是叫我们沿着这条路走，然后穿过下一块石头，应该是那一块石头吧。对，我们这地图有点困难的地方是它没有等高线，所以你会不知道它地图说的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。觉得有点怪耶。对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好，这里没看到半个地图，没看到半个 bunker， 我们又落空了，下面又没有。好吧，看样子这一张地图里面只有一个 bunker， 然后我们还是卡在 96%。我们最后的希望最后一个景点是 4% 吧，就是在苍凉角那个地方了，不然我们。已经把这所有地图里面能够踩的所有的点，我们都踩过了，卡在96，硬生生的给它卡在96。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。哦，那边有座桥，其实我已经有点小迷路了。哦，我这边有个死人，我有看过你吗？我没有看过你。What？ 就懂吗的？那我们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滑地图，看一下我在哪。哦，我是在这里吗？好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居然还没有看过的人哎、欸！糖果棒我要，哇，哇酷哎、欸！就是糖果棒男孩，我们要这样子取名。你知道，在圣母峰，我之前前一阵子看过圣母峰这部电影之后。有一阵子很迷圣母，就是有一阵子很迷三难的故事。对，我有去 Marvel 版，还有去一些各大网站上面爬文。有一个山峰叫没什么山峰，曾经在30几集还是多少集之前跟爸们聊过这个话题。不过我上次没有讲到的是，他们会帮山上的这些尸体取名字，一些比较有名的尸体，像是绿靴子，我忘记是叫绿靴子还是叫做什么之类的。绿靴子的原因是因为，那一具尸体他在山谷底下，不过可以看得到他在那里。然后他穿着一双非常非常亮的亮绿色的靴子，所以山客们都叫他就是绿靴子。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昵称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今天只采收到了一张鹿皮，然后我其实老实说，我不是很清楚我现在人在哪里。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路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没有听过这个 BGM 欸，在游戏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少见的 BGM。我已经很常在玩这款游戏了，可是还是有几首 BGM 没有听过。好，这边没有路，所以代表我地图完全看错方向，告诉我人在哪里啊？好茫然哦，好茫然哦，天哪！不管了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。那边有头狼，我们先不要靠近它。那边还有一栋房子哎 ，What？ 哦，那一栋房子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啊。
然后有个男人在里面的那个房子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只是绕了一小圈，绕了一小圈而已。好，我听见鹿的声音，鹿在奔跑，在前面那边，你们看到鹿的脚，好美哦！我好希望在生活中看到鹿哦，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雄伟，就是一种大自然的感觉。对啊，就大自然真奇妙。你看，幽浮出现了，哦，幽浮不见了，幽浮，幽浮。有幽浮笼罩着我们，哦，又不见了，又出现了。地板的颜色，他跑走，他跑好远了，真的是，我真的很想要去美国住一阵子看看，或是一些其他国家住一阵子看看，总感觉会让自己开拓很不一样的视野。住一阵子可能是三个月啊、六个月、半年这样子，就是在那个环境下生活看看。就是会有一种，也许住了半年之后，整个世界观啊，或者是一些概念，或对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会有所改变。这是我的近年来的计划，真的想去住住看，会很好玩的 feel。然后就影片应该还是会持续上吧，毕竟影片这东西 ，Internet 无国界啊，我还是可以在。就是其他的国家，美国啊，拍影片，我倒是想挺想住住看日本的。不过日本感觉怎么讲，生活压力会很大。我有认识一位学长，那个学长就是毕业了之后，他日文也不怎么好，他就一个人跑去日本，留学，然后用他的破破的日文，然后在那边学，硬生生的学了一年两年，然后回来日文就还不错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把那边的 bunker 点全部找完了，今天是一个空手而，也其实不算空手而归啦，拿了一点鹿皮回来。然后那位学长他带了忘记带多少，200万哦还是多少，反正就短短几年他花得很省，可是在那里物资开销真的是太大了，就是真的太大了。然后其实在留学的话不能够打工，可是他为了物，就是为了就是在那里生活下去，所以还是必须要偷偷打一点小黑工，对啊，去赚多少赚一点钱啦。所以在那里开销真的很大哎、欸。哦，那头熊还在我们家附近，他到底要不要走啊？我要回家了，你就继续在那里晃吧，继续在那里晃吧，回家去。今天带了一张鹿皮，我们要把鹿皮带回来修。可是这样怎么东西都还没有修好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剩下0.3公升的油了，我们东西都还没有修好，我们要怎么到下一个地方去啊？没有水了，空的。对啊，空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至少还在这里两天呢、欸，我们两天可以做什么啊，宝宝们？你说说，我们两天可以做什么？内脏 ，Oh my gosh！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鹿皮这样一张、两张、三张就够了。我们需要三张，对不对？三张来修我们的东西。放下，哎、欸，哦，在熊皮后面，不好意思，熊皮借过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可以 ，nice。口渴，喝点水。我们的水是不是还可以再烧一阵子？然后我们带一大堆东西出门，结果根本就用不到。我为什么今天要带这些东西出门啊？啊！今天这集 episode 刚开始的时候，在跟你们赌气，对不对？拿了一大堆东西出来，我把东西吃，慢，喝甲。好啦，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也该按到这喽。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，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说我到底该做什么，好不好？你们留一些有趣的留言，我明天就是我们在外面闲晃，还是在房子里面闲晃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拿出来讲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明天要干嘛哎、欸！救命哦！继续喝点水，继续吃点番茄汤、番茄汁、番茄汤。我们开罐器把它撬开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啊？天啊！我们只剩下苍凉角的那个崩塌的道路。我觉得我去过，可是豹们觉得我没去过那个点，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到底有哪些地方我没有去过啊？好讨厌哦！Huh?
好了，现在四个小时了。好了，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了。希望爸爸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的喜欢，在左上角的订阅，随地阅片频道，随时跟这种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